尽量完全的掌控。漂亮，漂亮。好，主干，拜拜。好，刷三朵，这是这个转过四个球。是啊，是啊，那找人呢？李伟奇，对，来，好，没问题啊！这样看出来，刚才给玩的心理条件如来如何？快攻 ，OK， 再撞两分，一金后卫，啊，这边一金后卫，好的，再来23。再次内线强打两分，第三发开杆啊，表现出众，何球？呼呼，啊，球从咧后壁过分咧俩，OK， 马上是怀疑颜色，那比高啊，正式是拉开大赛得分大幕。再来三分球，依然是会把它吸回对方的红线，漂亮，漂亮。各位大炮，黑球啊，强的，好，六号，博拿黑球。那么双方就是大战徐文静。OK， 时光啊，时光，唯一的人将阿辉就是来今天的台湾啊。这不是时光。何球有了，哇塞，33，我搞骗人啊！哇，要是智慧型的球员啊，就能更好的表现。扣一个。好吃不？何球？有没有上到板？跳啊！又是低位，那个是连空这时间排面了，排开了，啊，老贼也破皮了，啊，天上的云，再传，对，好，没问题，出手。好球，关杰还是没有，你们再次接应，漂亮！好球，六号。然后今天李瑞，然后好撤步，漂亮。现在这个裁判员是对手部动作啊是比较严格，开炮，漂亮，再拿板，打个击先射进攻，马有三分 ，OK， 情人节啊，好球，两分球，两分球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掌声把我们的健身科大队给唤醒，球先来这里。好，加油起来！好看，阿少两分，具有热情的、具有天赋的运动员啊，张俊伟，表个三分漂亮。来，注意了，注意了，当心！再射一个漂亮，感动，拍下。下一个回马枪，好的，加动作这边了 ，OK。很久，花时间。啊，那我们一个镜头。我出手了，三分。啊，你现在遭亏，你遭亏了。来了，这边一个，好球，浑然天成。来，各位！啊！
彩色，好球！三分，三分，非常要命。这边也来回敬礼，果然是真的。啊，对的，微信在上面啊。这老公自己来，八分两分。好，山西大学的篮板，我看一下，好，稳中求胜吗 ？OK。好，今日给位哇！抬起头，哇塞，轻轻快点，那个羊羔招出来。Thank you， 哇！你看你就是有这个姿势。啊，好的。强调，十号加油！昨天没打。等待球，一个不准，把我射出拉克，啊！再次 ，kill， 所剩不多，要发力了，最后的能量，这也是你们最后的一场比赛，好球，绝对不能有所保留。恭喜双方，双方做主了。别紧张，大型进攻，走，再走，再冲，电动单枪平安，大号看你的，不要紧啊，只要够低的，小量玻璃。高晴恩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往往是赛场最难缠的对手。好球，李锐。这边是林俊杰直接的三分出手，不过再次抢到二次进攻篮板，直接一个小抛射，十一号的林俊杰。是几秒钟的时间，这个加罚特别重要，加罚也是空心命中。山西大学队请求下半时第二次暂停。山西大学这边也是赶紧要了一个暂停。好，宋振强遭到两个人的包夹，再次传给外线，这边直接下手犯规。打关键，啊，大。两罚全进，六分的分差。好，这边。接着掩护，再次传给这边，直接三分出手，还是有点偏。九条了，啊。我刚去打准备给送了啊！来，掌声！再次感谢建设科大以及山西大学精彩前轮的比赛，再次感谢你们。第一场比赛结束，建行科技大学